什么妙招能让一份小抄报脱颖而出呢？三子原则了解一下。三子指的是靶子、篮子和扣子。第一子，靶子，是指版面需要一个视觉中心吸引读者目光。这个抢眼球的中心可以是一幅醒目的大图，也可以是串联整个作品的主题。有个小技巧，大图居中，不要超过版面的一半，不然会抢戏哦。第二，篮子，是装文字的框，将不同的文章分配到不同的板块中。一幅手抄报原则上含三篇文章，可以用几何图形作为篮子，也可以用色块来分割。可别将篮子一字排开，也不要将文章字数进行均分，增加层次感，提升作品美感。第三，扣子，将靶子和篮子串联起来，可以用线条、花边、素材将各版面内容结合起来。这里可以加一些别出心裁的小设计哦，把握好三子原则，这将是漂亮作品的小秘诀。赶紧开动脑筋，动起笔来吧。